现在啊，蒸馒头就是这么简单，不用酵母，不用发面，直接上锅蒸15分钟就完事儿了，比买来的还蓬松暄软。省事儿的秘诀呢，就是这个老味儿发面宝，有了它啊，不需要提前醒发，温水和面之后呢，直接就能上锅蒸。用它蒸出来的包子、馒头啊，没有酵母味儿，吃起来呢，就是小时候那种老面发面的味道，特别的香。听我的，以后做包子、馒头啊，您就用它。真的是巨快巨省心啊，同款就在小黄车。你还在用酵母粉发面吗？不仅慢，发出来的面团还一股浓浓的酵母味儿。赶紧用上这一款益生菌发面王吧！我们调制的是古法发面，发出来的面比平时更加暄软筋道，而且没有一点酵母粉的异味，吃在嘴里是实打实的小麦香气。并且呢，我们在里面添加了益生菌。我们都知道，老人孩子多吃益生菌对身体好。一袋发面王发一斤面，不用提前发，只需要十几分钟就能开始做馒头。今天啊，厂家直销，一袋只要几毛钱，赶紧趁着活动买几包回家试试吧。